对，唱诗摸建筑，像说今天早晨啊，我就一早上一起来，我就开始一直哦，主耶稣，阿门。这个感觉想到一首诗歌，他就说，主你爱与就越甜，然后一直唱一直唱，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啊灵就被眺望起来，阿门。因为我本身就很爱这首诗歌，我本身就很常唱。那刚好最近刚回到台北的家，然后在家聚会唱这首诗歌。那感谢主，可能是因为平常你要对诗歌有一些装备，有一些学习，那你要对诗歌的词有认识。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你唱出来就会成为你真正的享受。阿门。好，一人二十秒。就唱了主啊，我来叫你这首诗歌，然后就是我唱了第一节，就是唱到第一节、第四节和第五节，然后就摸着他第一节所说的主啊，我来救你，我心饥渴要你，就是一早的时候，其实我这个人其实都是饥渴的，阿妹，但是当我这样饥渴的要主的时候，我就很摸着，就当我记得这样唱诗、这样祷告，就可以像第四节所说的，在这交通里面。是我的恩典，然后像与主交通，我就觉得哎，里面充满了平安。哎，对。然后再次，我觉得在这样的交通里面就是做个等候主的人，然后再的向他寻求。当我这样的借着祷告，借着唱诗，就可以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。阿门。所以在我唱这建造神的家，可能是一开头说荣耀基督显现，一首唱诗歌就觉得荣耀基督显现。后耶和华必重新得力。阿门。那这首诗歌让我想到说，这个在这个两周开展的时候呢，就有弟兄教导到说，我们之所以会得人，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我们一旦赞美主，让主得胜，这撒旦就没有地位了。阿门。救赎哦，主耶稣，当我一早清晨起来的时候，主啊，竟然就是赞美你，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忘记我所有的忧愁，哦，主啊，是倾向我的心来赞美你的救赎，哦，主啊，是因着你的救赎，使我能活在新造的故事里面，实在是何等的荣耀！今天早晨看了一件美事，可以讲到二十世纪来千千万万的奇根，都宝贵奇根都枉费在主耶稣身上。然后看完这首诗歌之后，我继续看了大本诗歌441首，我神我爱我的永分，非常的木头跟你讲说，何况其他人之所以，岂不更加的矣？若无你做我的一切，我能可怜自己？所以我只要你的同在，此外无所爱慕。大本诗歌458首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。如果你失去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惭愧，因为我感觉我总是保留自己，所以我也承受你教训，我却没有受强逼。主，你能否叫你喜乐，没有顾忌去行？我感觉如何，只是要求你欢心。主啊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你能加增我减少？”阿妹，好，每个人只有10秒钟。我问摸着诗歌588首。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感觉里面非常的平安，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，单单在主的面光中享受主的自己。虽然如此读经祷告不休，直到被主完全浸透。大本诗歌465首，说到这个主是我们的原主员工，他会带来一剪修刀来修剪我们这个人。小本诗歌118首。然后我们要向主敞开我们的灵，阿门。这个三一神，阿门，在我们的里面，阿门，有存生命的河，阿门。我们享受刚刚的诗歌，然后到主面前来赞美他，阿门。从心中向主来歌唱，阿门。心中最新的感觉的流露，阿门。然后这样的一直赞扬主、荣耀主，阿门。就喜乐了，阿门。主的爱是我们的旌旗，我们赞美主就
得胜了哦。我们摸索一件美事，我们有很多事情，我们都不甘愿献给主，可是发现越上就发现有更多人都献给主，对，越上就越觉得我们的主甘甜，做的献上都不算什么了。好，对。一天一首，阿妹，各位可以参考，阿妹。